个奈达拉过来来看你的。然后这张画是我自己亲手画出来的，然后是由成千上万个你的小图章一个一个印上去的，然后组成了刘德华。因为在我们心目当中，刘德华他不是一个人名了，他是一个形容词，他是一个伟大、积极、向上、坚持不懈，所以由成千上万个坚持不懈组成了刘德华。我想说，刘德华，我爱你。然后这个就是送给刘德华老师，我可以过去送给你吗？好，谢谢。老大，谢谢我们的礼物哈。好，接下来我们。接下来我们下课812在这边，在这边。老大，来花儿，老大。好，我们下课你能往中间走一走吗？要不我们确实也看不到你。好，他去哪儿？来，把花儿。很高兴来到新疆的安迪，欢迎你！他们这个任务感觉非常喜欢，我本身很喜欢这里，对，没有帮忙拿下来。然后最近一年的什么飙车，紧急，这然后和你帮忙。我最喜欢的地方是李宁。我最喜欢的是好近啊，你就让他们让他们下来吧，你这样挡也没用啊，来你就让过来。哎，我看来不是来不是来不是看你了，太好了，让开点，让开点，让开点，不冒失，不冒失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下去，让开点。谢谢。都是做学校的，不要钱啊。对，不要钱，不要钱。到能拍到啊，没人提你，慢慢碰就行。OK， 大家都知道我们今天是电影的首映礼，然后再过一天大家到了一年都不理，把上面钱都。是我们刘德华先生的生日所以说呢，今天我们在现场还特别给我们的刘德华先生准备了一份惊喜，这份惊喜呢将会在我身后的大屏幕上呈现出来，我们全场的朋友陪着我。小红书。